你好，何老师。嗯，好，我来了。好，帮我拿进去。啊，行行行，好了好了。爸，你咋还不回来？爸，这会有点忙，还不知道啥能回去了。我这会也有点想你了。但是老板，你听我讲，这个已经是一个最好的方案来的了。老板刚刚打了个电话过来，话个方案不得，要重新做过。本身想着今年可以早点回家，看来又不得了。患者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嗯，啊 ，HL 呢跟你是完全吻合的，不能再拖了。安队啊，要告你嘞！啊，我们过了马里的嘞，我回来了。终于回来了。今年特别忙，可能不能回家过年了。这个年，有人更需要我。总给别人送年货，今年给自己送年货。这一年，我始终惦记着困难群众。家团圆的日子，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团圆就是让他在生命中有相聚的机会。团圆最喜悦，团圆最幸福，团结最有力。